我觉得你们 DI 未来的走向，如果能够以东方古典为主题，再加上灵山的前卫设计理念，这的确是 DI 上市的一条路。哎，文笑，文笑，医生，他怎么样？你是里面病人家属吗？不，我是。那你就是他男朋友吧？你也太不注意了。你女朋友是因为劳累过度，肝功能异常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很可能会引起肝癌。待会儿他醒了，送到普通病房，你再去看他。谢谢医生。喂，莫尘，你赶紧来医院一趟。出什么事了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你来了再说。文笑，这么晚找我来医院有什么急事吗？银夏昏倒了，我送她来医院。昏倒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医生说她因为过劳导致肝功能异常，待会儿她醒过来你替我照顾她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还有，告诉她明天周日不用来上班。好，交给我吧。对了，你别告诉她，别说是我送她来的。你做好事不让人知道，那我怎么说？靠你了。Thank you.
为什么不能看？我怀疑 DI 的设计稿都在这里面。这里面没有 DI 的设计。那这里面是什么？是 DI 的设计稿吧？只有这一张是 DI 的设计，其他没有了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如果只有这张是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？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画册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看？如果我看了，那我和剽窃者有什么区别呢？酒醒后记得喝点蜂蜜水，墨尘。我跟许墨尘。这个许墨尘和你们的首席设计师走得挺近的，你说该不会是他们俩联合起来监守自盗吧？你只用给我信息，不用替我分析。 OK， 如果有什么进一步的消息的话，我会再通知你的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医生交代了，你要多休息。还有，今天你不用上班。我怎么会在医院呢？因为你过度劳累，所以两眼一闭就晕倒了。别那么拼命，身体是自己的。谢谢你送我来医院啊。不用和我那么客气。不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晕倒了？路过，刚巧路过。你相信缘分吗？因为我和你有缘，所以就会莫名其妙的使我靠近你。我是非常相信。你呢？你不想回答没关系，我不勉强你。啊，我没事了，我可以出院了。医生交代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别担心，住院费我付过了。不是，我得回店里赶工，如果客人来了发现我不在，损失的是我的信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得赶紧出院。好，拗不过你，我送你。你当我是失智老人啊？妈，我跟他们没关系。没关系会那么关心你？没关系能一块躺大马路上？打住，那是意外。我才不管你什么意不意外呢，反正两个你只能选一个。什么二选一啊？妈的意思呢是你不能劈腿，二者选其一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什么什么呀？没法选是吧？妈给你选。我喜欢那个个高的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回去的。喂，文笑，黄我是帮你圆过去了，但是人我可没有帮你留住。好，谢谢梁牧尘。兄弟之间有什么好谢的？没事，我先挂了。喂，武校。连设计稿都不拿就跑了，赶快拿回去。
我可不想也被怀疑剽窃，赶紧拿回去。昨天实在抱歉，着急走，所以忘了。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，能让你这个职场精英落下了关系到上市命运的文件？小事。小事？我看绝对不是小事。文笑，你该不会连我这个老同学都想瞒着吧？还不是因为这个炎夏，因为突然昏倒了，所以我一着急我就……所以你就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匆忙的离开，还落下了这个。说实话，我可从来没见你对哪个女人这么上心过。就算是木灵山，你也绝对不会落下这个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一切为了公司上市。那这可是关系到公司上市的重要文件，为了他撂下了这个，可见他在你心里的比重。我说咱换个话题行吗？哼，行，我也不为难你了，换个话题就换个话题。许墨尘，你是逃不出姐的手掌心的。喂，喂，思琪，你昨晚来过店里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先挂了。你相信缘分吗？因为我和你有缘，所以就会莫名其妙的使我靠近你。我是非常相信。你呢？难道是许墨尘？欢迎光临。你这种伪善的白莲花，有什么资格勾引我的男人？想借进 DI 集团勾引丁文笑，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想骗过所有人，但是骗不了我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别装了，在网上故意散播那些强吻文笑的照片，上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你想都别想。我告诉你，他和我有婚约，最好不要纠缠他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炎夏，炎夏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这么心不在焉的？说，是不是那个变态又欺负你了？闭嘴！别不承认，我猜中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炎夏，别让我看见那个变态，我看见他，我就见一次我打一次，我见一次我打一次，我见一次。炎夏，能不能安静一点？嗨。我这是在帮你啊，就那个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啊？
居然因为个变态跟我着急。到底对眼下做了什么？你能不能文明点？文明点？你是个什么玩意？我对你文明点？你压榨眼下还吃着豆腐？告诉你，你心里想的龌龊的事我清楚得很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不承认是吧？好，我今天就打到你承认。我告诉你，你打不赢我。我还没动手呢，你先动了手。住手！眼下，眼下。你看看这家伙欺负人都欺负到咱们这边上了，你还忍？丁总，你不用监视我，剽窃的事情我也不会做。还有，我们店铺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我说言下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了他啊？你应该把所有对你不公平的事全部说出来，砸他脸上，讨回一个公道。哎，你别走，说你的，你不要脸。眼下我给大战，这俩人什么情况？难道真如吴晓所说，在文晓心里，眼下真的比我重要吗？灵山啊，在我心里，你不仅仅是我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，还是我未来儿媳妇的最佳人选。有才华的人不难找，但是既有才华又值得信赖的人却非常难得。文孝的脾气你比我了解，我希望一个有能力的人站在他的身边，能够一直帮扶着他走下去，而你就是最佳人选。我是木灵山，现在不在家，如果有什么急事请在动身后留言。喂，灵山，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下个季度设计方向。